我是公关列车长的111年3月5号，七路站902分手牌车是4024次历史首度，然后新歌发车就北新港花莲的云绿色小小面度 EMU914 区间快车是雨轰，也还蛮感动。那914区间快车云绿色小小面度，Raven 914全开车，历史首度是由914登上了，首次4024次就没见上花了。我的605是复兴号，605是花莲发车就北新港树林的复兴号，也是之后变成历史要变成历史的复兴号。对啊，605次在八斗站停靠，很实力。看，好了，到下面干嘛？咱们到这钓不大钓。我的复兴号在，在八斗站通。如果下面的嘛，咱们多多钓不到一网片，那这是有意思。暖蛋都没通过，
家庭都没弄过。来减速，就一次圈快车已经在对方机外了，4024英国发车将北向上哈里。喜欢没给搞，终于搭4024回瑞阳了，方站快到了，喜欢。没结果。可以到了，瑞芳站快上。在瑞芳站内交会207次的那个，太有格子。乖姑，还想那个，还想那个，乖姑乖姑。终于历史首度4024交白线号花莲，周末的因绿色小三没等到900行权回撤，3号改点还小微调班次，列车编组啊，微调列车编组才对，好是有900行单缸4024次的那个，哇还蛮感动，至少瑞芳又有机会停靠。如果喜欢片的话，咱们多多点我们的赞。如果喜欢片的话，咱们多多点我们的赞。
瑞芳，傻眼。他现在电梯也要改哦。开启家门，超感动了，我的六百星。我的九百星南向的九百星许愿快车，914许愿快，4024次在瑞芳站停靠。啊，如果你喜欢麦克妈，咱们多多点个赞，喜欢记得点，麻烦，谢谢各位，再见，拜拜。